远在阿根廷中日摔跤爱好者们，大家好，我是双雄中日摔跤俱乐部创始人李德顺，在此我代表双雄中日摔跤俱乐部向阿根廷中日摔跤协会以及双雄阿根廷中日摔跤俱乐部问好。对你们在阿根廷传承和发展中日摔跤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摔跤运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2017年，别个来到中国，到双雄教馆拜我为师，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中国式摔跤，回国后又一直致力于中国式摔跤的传承和发展，成立了双雄阿根廷中国式摔跤俱乐部，并举办中国式摔跤的比赛，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和骄傲。在这里我祝愿迭哥在阿根廷能够把中国式摔跤这项运动传承和发展得越来越好，也感谢阿根廷中日摔跤协会对迭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Gracias.